这个是五庙赤坎楼这边的一个街景。现在疫情期间哦，这商家都已经早已打烊了，周边商家都已经早已打烊了。那赤坎楼五庙这个都是也是早早关门的。战斗机，战斗机。这是赤坎楼，前面是赤坎楼，前面是赤坎楼，现在是灯光都暗暗的了，早已关门了。现在大概九点左右吧，都已经关门了，灯光暗暗的，然后周边商家，现在疫情期间，周边商家也都很早就打烊了。整个街景是看起来蛮暗淡的。五庙，这个红色的建筑物是五庙。到这里